给续品。台湾那个时候印的一共是四册，啊，一套四册，文钞正续品。嗯。我在山上五个半月的功课啊，五个半月拜十几万拜啊，真的叫消业障啊！啊，拜佛的时候心里头没杂念，只有阿弥陀佛。念阿弥陀佛，想阿弥陀佛，啊，那么现在初学这个出家人没有这个福气了，我一进那个茅棚，照顾三位法师，一位老居士，一共就我一个人修福啊，我一点福报都没有啊，这个福报是在那里修的，开始修福啊，啊，拜佛忏悔业障啊，读弥陀经注解，印光大师文钞，开智慧啊，佛慧双修啊，啊，你要真干才行啊，不能怕苦啊。啊，那个时候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建立一个图书馆，啊，慈光图书馆，啊，筹备差不多快要圆满了，我离开普里到台中，发心跟李老师学教啊，啊，我到台中，在他图书馆服务，啊，那图书馆那个时候三个人，啊，还有一个专门烧饭的，啊，总共有四个人，这义工就四个，啊，那工作就轻松了，没有那么多的工作了，至少我不要跟大家洗衣服，不要烧饭了，啊，有人烧饭的。